小熊维尼收藏堆积如山，神级粉丝疑身世界纪录。有一种迷恋叫不能自拔。八十后的 Abby 自从14岁收到第一份印有小熊维尼图案的产品，就不能自制地收集印有这个图案的纸笔、图书、毛公仔、家具以至电视机。我没分的，早知道 Winnie the Pooh 的东西很漂亮，我就会买。五百几尺的家，每个角落都被小熊维尼占领，置身其中就好像一个博物馆。为什么你喜欢 Winnie the Pooh 的？冇得解釋噶，中意就係中意咯。Abby 莫名咁痴戀維尼，即使家居空間有限，都冇咗佢繼續收集。不過因為開始儲咗太多啦，有陣時都會買啲重複嘅，因為你唔記得咗自己有冇。最近有便利店推出呢個圖案嘅紀念品 ，Abby 當然唔會錯過啦。佢一出嘅時候，五點幾我哋就走去排隊，去開始諗住去買嗰個箱先嘅。咁好成功，好快就買到四個箱，嗰個音樂抵咗，然之後我就夾埋其他人一起去買嘢，做印花，跟住換公仔咯。咁就第一日可能10點幾完成咗成箱公仔翻嚟。Abby 計劃申請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打破現時保持者擁有13000多件小熊維尼產品嘅紀錄，咁就預祝佢成功啦！